我名专哥卖油第十六届2021台南七股海鲜节，今仔七月七九日在七股六口码头盛大开幕，市长王伟德甲大小朋友做伙来体验挖文蛤，并交地方民代等贵宾热情欢迎全国朋友夏季消暑冲台南。不论是挖文蛤体验、社区龙鱼特产展示、酒团游七股，还是七股七宝作宴等扩大办理，入住豪华旅宿，还阁上台南好康健，享受食宿游过行多重优惠，和亲子在暑假期间开心出游，满载而归。七股区长严文穗地署表示：“那七股海鲜节哈，从1996年办到现在，已经将近哈十几年的时间哈。那今年的海鲜节哈，因为市长有特别指示，我们要扩大办理哦，所以又挹注了比较多的经费。那很重要的就是在渔业署哦，特别加码100万哦，100万。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几乎都是扩大办理。”你像我们这个挖文蛤的体验活动，我们大概办了4个梯次哈，一共报名了14000人哈，大概半天的时间就报名完了，哦，报名完了。那今天参加的人也是很热烈哈，很热烈。那这个挖文蛤活动，我们一共要办有4个梯次，我们办4个梯次，我们梯次都3500人左右哈。那另外我们有揪团游七股，那揪团游七股哈，我们一共有五个景点哈，啊有10个梯次哈，那比较前面的梯次哦，现在大概已经报名都已经额满，哦报名已经额满。那我们的龙特产展售，我们大概有将近40摊左右哈，都是我们台南市的业者，哦都是台南市的业者哈。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展示的还有我们一些哦那个公家单位的展售场哈。那最重要的在七股七宝宴是8月27号星期六，我们大概席开100桌在七股盐山，那7月26号才开始报名哦，那现在已经有开始有人哦都在一直在询问哈，啊所以有意愿要参加的民众哈，我们希望在哈7月26号就赶快哈去订购哈。那今年的活动市长很重视哈，特别指示哦在整个交通疏导哦在防疫上哦，都要把它做好，要下水的安全呢特别重要。我们今年都特别的哈、哦，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哈、哦。那大家也今年看到人很多，但是没有塞车的情形。我们要特别感谢哦，警察局、嘉里分局，哦，整个都做一个很妥当的、配当的哦的准备哈、哦。那还要特别感谢渔业署哦，那加码100万哦，让我们的活动办得更顺畅。另外就是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哦，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哈，哎、哦啊，整个大环境都重做整理。哦，那最重要就感谢局长，哦，感谢哦市长，哦对七股的爱护哈、哦，啊拨这么多充沛的经费哦，让我们今年的海鲜节哦办得哈、哦、更有声有色。好、哦、啊，特别谢谢各位哈、哦，今天莅临会场，啊那祝各位哈、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啊，刚刚市长也在啊、来之前，我们记者会开始之前。有带着大家哈、哦，我们下去也看了整个我们七股海鲜节，但这个关公下去压顶哦，大家民众哈、哦、对于我们整个活动的反应啊，对于场地的我们的一个规划哦，那基本上我们看到了很多民众的参与。那特市长呢，其实在活动开始前哦，他对于我们整个活动的规划、安全还有交通的一个方便哦，他其实特别的重视哦。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府内哦，大家一条心。哦，在这几天哦，我们不断的在现场哦进行检讨跟会刊，那也得到了很多局处的一个帮忙哦，所以今天活动哦能够顺利圆满的开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个蒙蛤蟆咸西口会有4天的一个活动哦，今天是第一天，接下来还有3天的活动哦。阿龙希望讲哦，大家哦认为当然呢人潮满满，但是大家都是愉快然后幸福的哦。啊，另外就是咱伫咧即届的这个。暑假开始哦，又是今年哦，又是很重要哦。我们接下来7月15号有这个国旅振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旅宿的部分哦，也会有这个各自由行的800+5001300块最高的一个补助哦。台南市政府呢，也在市长的一个鞭策下，还有市议会的一个督导下哦，我们也推动了很多相关的一个配套哦。那我也知道哈、哦，这两天咱伫台南市的这个住宿率吼、哦，拢高下一雄嘛，
这马祖甘霞启调带领市政团队的一个努力哦。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干里的各项活动哦，接下来其实暑假也是观光的一个旺季哦，所以每一个礼拜，咱拢有这个活动在来办理哦。啊嘛，希望讲咱的在座的各位会当帮阮大家好好来宣传哦。啊，像咱即马咧上的这个台南好康券哦，这嘛是咱规个市府拢动起来哦，我们把这个免费的这个公车哦提供给民众哦，那只要来住宿就有这样的一个好康哦。那也期待接下来我们陆续推出来的这个活动，哎，但吼，好，请点进来，请您别因为干啊，更加重要的就是观光客，每一个来到台南都可以满足满意台南市的整个的一个观光表现哦，可以在市长的带领之下再创高峰。那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一次经费有挹注的这个渔业署哦，我们去年是50万哦，那这个署长以及我们的这个主委哦，也看到我们历年来这个16年哦，今年第16年活动的一个成功哦，也在推动这个食渔文化，所以今年哦，我们把它扩大成为全国性指标的一个活动，那也能够很幸运的争取到这个100万的一个加码哦，那我们也把活动扩大来办理啊，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那明年呢，我们也希望云嘉南哦，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携手合作，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再上一层楼，更加分哦，让我们整个七股包含大北门的观光哦，都可以有亮点的计划、亮点的活动，我们一起来推动。那在这边也要再次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马希望公哦，大家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高霞，谢谢。好，很高兴今天代表渔业署来参加哦这样的一个七股海鲜节的开幕式哦。那我一路上哈从车子进来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这一些民众其实非常热情，虽然天气很热，但是感受到台南乡亲哈朋友哦大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哦来参加这样活动的热情哦。我记得2年前哈我也来参加这个活动，结果我开幕式迟到了，因为外面塞车。但是今天就像区长所说的，今天特别还提早从台北出发。我怕塞车，但是一路上进来都没有塞车，居然扩大举办哦。但是不管是交通或者安全上面或者怎样的规划，所有规划非常的周全，这也代表谢谢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全体的这些工作的同仁的辛劳哦，辛苦让那个民众哦有一个非常一个在享受活动的时候，不会为了这个交通啊或其他的事情来这样的一个造成这样的不愉快哦。那非常感谢。那我想说我们渔业署部分哦，我想就非常大力的支持有关的就渔村的一些的旅游休闲的文化哦，食渔教育，尤其台南是我们的养殖的一个重镇哦，台湾养殖的重镇，不管是这一个虱目鱼、台湾鲷、文蛤、白虾哦，或者石斑哦，那我想说这一次的活动哦，结合了很多的渔村的休闲文化旅游，以及这样的一个农特产品的这样渔特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行销哦，还有食渔教育的文化，那我想说我们渔业署哦，也是会大力的来支持哦类似的活动。那最后呢，祝各位贵宾哦身体健康，大会成功圆满，谢谢。第二号啊，各位好朋友哈，今天真欢喜有这个机会，还有北家福哈，北家福哦，还有各位好朋友，因为大家哈拢真用心、真热心，都有讲，以前哈咱是一体千五人吼，内面踏。擦，啊，车拢无地停，啊，结果，车拢塞伫中间。今仔日吼，咱是3500，比以前搁加2000人，吼，落去往下追啊，吼，结果，吼，咱交通顺利，这就真感谢咱啊警察局、甲咱公所、甲咱观光局，大家努力，一个活动办了好，吼，一定毋是干呐讲啊好耍啊尔，一定啊交通啊利便，吼，啊咱的物件，吼嘛真好，吼啊。这个服务哦，警察的服务啊，工作人员服务嘛，真好。咱希望安尼啊，一步来，予咱活动搁较好。人虽然人多，但是袂挤哦。安尼哦，伫遮甲大家报告。啊，要祝咱今仔日活动圆满。咱接续今仔初九、初十、二三、二四吼，啊，咱四天吼，总共14000人吼，来公车吹啊。希望讲啊，来七股佚佗、食海鲜、公车吹啊，啊，搁有观光旅游吼。哦，而且是非常适当，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好，感谢渔业署哈，阿妈感谢云嘉南啊，我风景区管理处的协助哈，多谢，谢谢。
台南七股海鲜节系列活动之观光赤水仔园挖文蛤体验，是每年民众引颈期盼、滨海指标性的亲子消暑活动。今年同款采用网络预约报名，共计四梯次，14,000+名额已经全数满额。因为着提醒大家，除了配合防疫措施开心挖文蛤以外，更加唔通袂记只龙鱼特产点首区彩港在地优质的龙鱼特产加伴手礼，有食有通好耍，欢乐一下。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